分指挥和三分快手，青春洋溢，真心不骗。大家好，我是中信特工阿巴西。我是新北中信特工谢雅轩。现在暑假期间，很多小朋友都会去外面打工，但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哦。因为很多诈骗集团都会找青少年去当诈骗车手，如果有人告诉你工作轻松高报酬，只要帮忙转账就可以赚钱，千万不要上当哦。没错，要记得青春的生命就是要好好的挥洒在球场上。